们欢迎来到东京走的桥 Vlog 第五集，今天 featuring Jennifer， 好久不见。观众有认得你吗？那我们要出发去哪里？我们要走去新宿，又要挑战，就是拍完的十分钟之内就要剪出来吗？没有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我觉得你自拍镜从角度真的很快。现在就看我长进，可是我觉得我好晃哦、喔。超晃的，然后网友要干掉。他说：“这不是失恋啊？”我说：“我说单恋也不叫，就是说失恋就失去恋情啊，那为什么不叫失恋呢？”他说：“那我说单恋也是恋情，单恋。”他说：“我也在录哎。”我在录啊。我们经过新国立美术馆 ，Jennifer 最近心情都不错。对啊。为什么？我要离职了，要离职了，真的哦。要去哪里了？下一个旅程？我要离开日本，要回台湾。我现在有一种很想吃甜点的感觉。我们等一下会经过什么甜点店吗？这边有一家丁家味。干这样就这样，观众会以为观众会以为我们是 say 好的，没有，也没有业配，都没有。对，什么丁家味？东京的一个 newbie 现在变成一个超级 expert。说日文会讲吗？有声音，是哪一站？青山一丁目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，那感觉好像很适合当欧米亚给。带给谁？阿妈。阿妈，金妈冲沙回。为你车爱。那你如果开法拉利，你就变法拉利姐。不累。我们现在到外院前喽。Shake Shack。Shake Shack。现在这边呢，也有出现在我们东京的跑步热门景点。然后后面那栋大的那个建筑物啊，有在我们熟食贩卖机介绍出现过哦。对，所以大家可以知道，就我们已经快要没有地方去了。对，我们都没有人在理解Jennifer，一直在叫我们。你讲什么？他说这是圣。在这地方呢，有很多珍藏的大型壁画，然后还有一些三明治石之类的。Vlog 就不用听这种屁话。你要去看熟食贩卖机，你要吃什么？已经吃过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忘记了。今天这个天气是一个恋爱的天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很冷的时候，就会想要跟别人互相依偎一下，依靠一下。可是你现在是冷到一个，就是你连手都不想要从口袋拿出来的状态，所以就会把对方的手拿到我的口袋里啊。都是 cream。我觉得台湾的蔬果还是比较好的。这个我同意。往新宿前进。哎，你才用这个梳头发哦。我觉得你自拍运镜真的很屌，创始。谢谢。你在干嘛？而且你真的自拍的角度好奇怪，你为什么要从？换了。为什么要从下面拍、啊？好，我这样角度有拿对吗？喂。有，我脸看起来比较小一点。哦，所以这样子脸会比较小的，那我们就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置顶。我们现在到了新宿三丁目。我要去看鞋子。Jennifer 是蜈蚣。对，请问一下 Jennifer 的 type 是怎么样？ Jennifer 的 type 比较极端，要么就是你也很帅，然后没什么内涵，然后不然就是你很宅，可是人感觉很好，暖男的。重点是一定要是同温层，这很重要。如果你不是同温层的话。你就要长得很帅。晚餐之前先买鞋子。好，OK， 可以。我们在马路一 Jennifer 买了什么？鞋子。几双？两双。买完鞋子，我们去干嘛？我们要去吃饭。进到新宿三丁目的餐厅区喽。你又 low 了。这家叫做三丁目的永泰。お通しです。お通しです。干杯。现在吃完晚餐喽，足饭饱啦，我们现在去搭车喽。Jennifer 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vlog， 之后可以来台湾找我。不过馒头，那我是包伯，我是谁都不记得，我们没有泡好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Jennifer 就这样要回台湾了，真的像我妹妹一样，我真的好喜欢她。那就。大家就继续支持我们，看我们在东京有跟哪些朋友的生活吧。然后如果在台湾遇到 Jennifer， 记得跟他打声招呼说嗨哦。喜欢他的可以追他哦。乱真友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